หที่เดียวแบบชอบนี่จริ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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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说到做到了，恭喜！谢谢。太厉害了，你竟然打败了陈文涛！对啊对啊，恭喜你啊，罗西西！谢谢。哎，关河呢？他考的怎么样？嗯，他考的不是很好，这次他好像掉到第八名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暑假可以一起去找他玩。对啊对啊。对。琪琪。你看，咱们班可算出了你这么个年级第一，要不你上来给大家讲两句？对，我不会讲。好了好了，那大家也别为难琪琪了，我接着发。那我们先回去，我们先回去了。恭喜你，谢谢。你考的怎么样？还可以。琪琪，罗琪琪，你也太神了吧！一下子就考了全年级第一，可不是嘛？太厉害了！走吧。哎，琪琪，你不知道，我刚才看到张鹏，我的表情都乐开花了，还一个劲儿的跟汪老师说，当初就是他一眼看中了你，力挽狂澜的把你留下来的。哎，明天就轮到我们高考了，搞得也紧张的。哎，你们两个紧张吗？我倒还好，尽力就好。反正明年第一也照样是罗琪琪。沈远哲，你这嘴也太甜了吧。哎，我这不是有事求琪琪吗？琪琪，你上次说那道大题，到现在我连题影都没见到啊。那你不是忙着复习吗？我要找你讲你都不在。那就今天我请客大家一起吃饭。好。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就是那个事情都解决了吗？我下午回来的。你知道我考了第一不？年级第一，我给你发寻呼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琪琪，嗯，我们一会儿去吃麻辣烫，你去不？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你怎么又不参加集体活动啊？我们还想着吃完饭一起复习呢。就是，今天我请客，走吧。他请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帮我扶着哥。酸，带吃，六斤牛肉。嗯，这是你说的那道题，两个解法。哎呦，你先看吧。哇，这道题我想了好久都没有写出来。那我们先看看。嗯，你今天要不跟我们去吧？对啊，我真不去了，我哥回来了，我得陪他。这样，你们先看，如果有不懂的，明天我们再聊。那成，那我们先研究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就明天问你。嗯，那你先忙。拜拜，明儿见。拜拜。走了，走吧。哎，今天先给我看。你得请我吃羊肉串，你要奖励我。行，走。走，我们就吃四斤牛丸吧。走，来，哥带你。坐好了。走。走。哎，今天想吃哪家？吃老白家，老白家给了辣子。少放点辣。不放辣不好吃，给你放。我知道，但是你也得控制。来，我给你放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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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放。多放。小气鬼！我是怕你一个暑假都待到厕所里。快吃吧。我就爱待厕所。傻子吗你？明年我们就可以一起高考了，之前还说我跟你一起去西安呢，这下算不算你跟着我去北京了？哎呀，老天爷看不惯我呗，非得把我从你的长辈变成平辈。你说了算，等你高三咱们一块儿学。你才不是我长辈。我就是你长辈。不是。就是，臭丫头赶紧吃。暑假打算怎么过？
跟你一块过呗。行，一块过。门前大桥下，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你知道这首歌后面是什么意思不？什么意思啊？就说啊，这些鸭子呢都是一个老爷爷的，这个老爷爷会唱戏，还会讲笑话，就跟乌贼一样。他就跟数鸭子的小孩说，说你别数鸭子了，赶紧上学去吧，别烤个鸭蛋抱回家，别烤个鸭蛋抱回家。这句话就是跟你们这些不学好的小朋友说的。你才小朋友呢，谁说我不学好了？我下次考试考号都是一呢。行，考号是一的小朋友看看怎么样。还行吧，许师傅的水准跟以前差不多。李叔听说你这次考了年级第一，特别高兴，想庆祝庆祝，行吧？你们咋都喜欢庆祝？那有好事了，大家想一起高兴高兴呗。乌贼哥呢？乌贼哥过两天就没事了，咱们先庆祝。等他回来，我再让他请你吃一顿，怎么样？真的？真的。中午带你去买身衣服呗。干嘛买衣服？都说了要庆祝了，肯定得买一身好的嘛。而且你这几次考得这么好，哥总得表示表示吧。你有钱吗？那你就别操心了，再没钱也比你有钱。行，哎哥，糖人，我想吃糖人。走。要哪个？我自己转。行。老板，我自己转了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太好，撞到龙了，我不给你画龙。厉害了吧？这是玉虚。对对对。这是什么？太阳花。香哦。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这是尾巴是吧？哎，你干嘛咬我尾巴？我先把我们一块人吃回来。那四块钱都是我的了。别跟没见过世面一样，行不行啊？我就是没见过世面，那以前小飞还带我来逛街呢，后来也不怎么逛。那你妈不带你来啊？我不爱跟他们逛，都是我妈带着我妹逛，然后直接给我买，他们买啥我穿啥的。怪不得，我看别的姑娘穿的花花绿绿的，你这一天天穿的，跟一根草一样。谁像草？你才像草呢。哎，跟你说好玩的，我妹每次来商场都要试一大堆衣服，然后我妈就说你干脆住这儿得了，主要是她买完新衣服吧就要连穿一个星期，每天都在照镜子问我，你看我像不像周慧敏，我都不搭理她。走啊，走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的吗？我可以帮您看看。我就随便看，给他挑条裙子，连衣裙那种的。哦，好，这边来。要看着好看呢，不能太老气，像学生那种。这边有几套倒不错，我帮您挑挑。行，最主要像周慧敏。好。你为什么要说像周慧敏？别的姑娘有的，我们也得有。挑吧。这好看吗？试试。我穿一口，这有点好，都不错。你要试试吗？试试。都是。都是。今晚要是真住这儿了，哥陪你。去，现在去试去。等会儿再试别的。咋样？
还行，再试试别的。行。这个呢？噔噔。一般。啊？不太行吧？算了算了。这个呢？好看，比周慧敏好看。我看看，是挺好看啊。嗯。别看这个，喜欢咱就买。还差双高跟鞋啊。哪来这么多钱？你看，琪琪长大了。我从来就没觉得自己小。是，是个大姑娘。哥，你也给自己买一身呗，就当奖励自己。我，哎，走，还没给人钱呢。你放心吧，小六那帮人被抓了，你也不用藏了，他们寻你也寻不到了。你的事儿呢，还在跑。今年考不了，大不了再来一年。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又不是没经历过。你这心里边啊，别老想这些事儿。回头让淑芳过来给你收拾收拾。你回去看看你妈。叔，佳姐怎么样了？范氏进去了，该。让她在里边待着。正好想想，自己到底哪儿出岔子。我也犯事了，我也该进去。你能一样吗？我一样。我告诉你啊。你别给我犯轴啊！一会儿房一退，我就送你回老家看你妈去。我不读了。我说，叔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好，你说。是我自己不想读的。年纪也大了，也该懂事了，再读让人笑话。这几天我想得挺清楚的，我是个男人，
我自己犯的事儿，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。我也不是不听您的话，我就是不想让您再给我操心了。那边的人我清楚，这事如果私了，他们肯定会漫天要价。这钱您留着，以后咱们三个东山再起。叔，这几天就一直在想，想这些年，过去、现在，还想以后。我之前给琪琪说过，我们都不是走错路，能用本钱回头的人。开了一年多，你说舍不得吧，肯定是舍不得。哎，没办法，现在幺二拐不中用了，城里边又有新的热闹的地方，咱这片儿就落下了。落下也好，总得进步。叔，您还记得在之前热闹的地方还不是幺二拐，是石塘关那边。哎呦，哎呦，那都是我小时候的事儿了。哎呀，哦对了，今天志刚跟我说，之前投资咱们店的那些股东啊，啊，就是佳杰他那帮叔叔们，都想撤了。咱们店出了不少事儿，这人心也慢慢的都淡了，想把店盘出去。手里边握点钱，他们没眼光，不如数。这店盘出去了，咱们也算是赚了。哎呀，这事儿给叔一个教训：鱼虾随浪起。这在水一方能开成这样，这也是赶上好时候了。这明天是什么样，谁知道？我前两天听广播说，国家在大力扶持住房商品化。哎，你想，这有人买房，他肯定都要装修吧？
现在下岗工人这么多，都急着找工作，这就是一个从头开始的好机会。啊，人呐，进了死胡同，得知道掉头。那电视上不都说吗？没有阵痛就没有飞跃，这话在理啊。从国家到咱个人，都是这样。来呀，来吧。路到处都是。行吗？真好看。我想做点电脑生意。电脑？熟悉一下。哟，这还是琪琪吗？哎呦，这是人靠衣装呀！好看吗？您快别说了，我们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不会跳啊，哥。很简单的，我带你。我小脑不发达，只要会走路就会跳。我教你啊，先右脚推，右脚，上左脚，左脚往后推，下腰，然后斜后方，斜前方。转圈，转圈。天气正好，不冷不热，昼夜的长短也划分的平均，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，也没有伏天里携着冰雹的暴雨。天是那么高，那么蓝，那么亮，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，在这些天里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损害与威胁的。北平的秋，老舍。厉害。是你厉害。什么到你那儿，看一眼就能背下来。
什么呀？我又不是陈进，我背的可用功了。哥，你说为什么这世上的事儿呢，非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就不能是一分耕耘三分收获吗？这世上的事情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就已经很幸运了。干什么？不满意？不满意找老天爷说理去。那算了吧，万一老天一生气，给我八分耕耘才一分收获呢？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你也放心，活得下去。短短两年时间，变化这么大，还当了第一，什么感觉？其实吧，还挺伤感，好像是又回到了小学的时候，身边的人来来走走，最后还是只有你。没事儿，我初三看完榜的时候，心里也觉得空空的，因为在学校里边跟我走得近的都是那些学习不好的差生，就我一个考上高中的。明年打算换个学校不？这多了一年，成绩不知道要提高多少分呢。清华咋样？琪琪，啊，考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，或者说，做个知识分子，改变自己的出身和成长环境是我的梦想。我虽然每天跟他们一样在幺二拐混着，但是我心里认定自己和他们不一样。乌贼刚成年那会儿就学花头往身上刺青，我坚决不肯。因为我觉得我将来会是一个大学生，身上不应该有这些不干净的东西。你将来一定是个大学生。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，我不想考大学了。你知道我从小没了爸，我妈就是个家庭妇女，靠打零工赚钱养活我，卖过冰棍儿，摊过煎饼，还去工地上筛过沙子，最后才是卖手套，一双手套1.8毛，更早之前是1.2毛。后来李叔找到我们了，李叔跟我爸是老同学，关系呢，就跟我和乌贼差不多吧。李叔要帮我们家，我妈不肯要他的钱，所以他就让我去他店里做点小活儿。我每个学期的学费，我们家的生活费，都是叔给的。其实我之前想过，如果我走了，李叔他们会照顾好我妈，让我没有后顾之忧。所以你看，我这个人就是挺自私的。我小的时候，乌贼总是拉着我说要闯天下，我那个时候也总是敷衍着答应他。但是现在肯定得闯了。在水一方有困难，李叔生病，乌贼到现在都没出来。我眼下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，所以不可能花4年时间去上大学的。
可是上大学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？那我就换个梦想。现在让所有人平安，就是我的梦想。没事啊，你要是不想读就不读呗，反正上大学又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了。你不想读的话，我可以陪你留在这儿。你知道人为什么很难超越自己的身处环境吗？并不见得是他不努力，而是因为人有七情六欲，就会被身边的人和环境所影响。所以古代的人说孟母三迁，现在的人说跟着好人学好人，跟着坏人学坏人。我不同意，谁说不上大学就是坏人了？不一样。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好好当你的年级第一，等你考上清华北大，就是帮我圆梦了。绝交怎么样？以后不是朋友，不再来往。你神经病是不是？说什么呢？好了，逗你的。哥抱一下。我不。行，那咱回。你以后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帮我跟你说话。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回吧，再不回去没饭吃了。神经病。走里边。我知道，是不是叫中关村？里面全是卖电脑的。对，可厉害了！我跟我同事还去看过一趟呢，离我们宿舍还挺近的。反正我就听说好多人在那里研究什么，还有卖电脑的，一台可贵了。哎，那儿还招人吗？这个我真没注意。你下次要是再去的话，一定帮我再看看。小波哥要卖电脑吗？我就是先帮他留意留意。
小波哥真是太可惜了，他那么努力。没事啊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路嘛。而且现在杂志都说了，马上就要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，到时候遍地都是机会。我哥就算是不上大学，也可以自学嘛。我看说有人买了一台电脑，然后真的就自学成才了。嗯，行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出门了。那个，我过几天再给你打，你照顾好自己啊。放心，我好着呢。挂了。快点搬。怎么了，淑芳？干嘛搬东西啊？你们两个先进去，把里面的都清点好。嗯。我哥呢？许经理他不管这的事了，他和李叔去做别的生意了，叔不打算开这店了。那我哥现在在哪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琪琪，许经理让我转告你，他说他以后不会再见你，你也别再来找他了。以后只要是有他管的地方，都不会让你再进去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不信。什么许经理？他是我哥。琪琪，你回去吧。你让徐小波出来见我。回去吧。你让徐小波出来见我。别闹了，琪琪。琪琪，琪琪，你能不能别让我难做？李叔交代过了，你要是再硬闯的话，我就打电话给你爸妈了。淑芳姐，过来一下。回去吧。琪琪，以后你不用来找我们了。徐小波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了解，他一旦决定，九头牛也来不会。以后我们做生意的地方也不会让你进。为什么？琪琪，你和我们不是一个道上的，你有你的路要走，好好学你的戏。什么叫不是一个道上的人？那我跟谁是一个道上的人？我十岁来到这个城市就认识你们了，几乎海南所有地方都是徐小波骑车带我去的。你们现在说跟我不是一个道上的人，你们让我去哪儿？你告诉徐小波，他不来找我，我就在这等着。我绝对等着，我高考都不去，我就在这等着，我看他来不来。
姐，你这么早就睡了？这不才8点钟吗？我姐睡。姐，都12点了，你还起不起床？我可都喊你800次了。你要是再不起床，我妈就该训我了。姐，妈，姐就是不起床。罗琪琪，你有完没完？这都睡了多少天了？到底什么事儿？你说啊？天塌下来也不能这么个睡法，起来，起来！你就闹心吧，你就。陈小军，对呀，我是。铐上带走。哎，搞错了吧？我做正经生意的。什么正经生意？接到举报，你涉嫌走私。看你乌烟瘴气这个样子，带走。等会儿一定有误会啊！一定有误会。我做正经生意了，我抓错人了。你是黑皮？听不着啊。你是咪咪？带走。走，走，走。女同志，站起来，靠边站。你们肯定是搞错了，我没干过什么冤枉事。走，不是，你们不能抓乱抓好人，我安排他们本分做生意。六哥的车常来我们这儿洗，以前都是咪咪哥，现在是您了。叫我张俊就行。我知道。小俊哥嘛，哎，对了，后备箱用扫扫不？扫吧，好，跟之前一样就行。
哎，小金哥是吧？那个六哥让我过来拿车，把钥匙给我吧。给我呀？怎么，信不过我？我，大喇叭。六哥没跟你说过啊？哎，过把瘾怎么样？还有六哥那个小工厂，怎么样？哎，钥匙有。老实交代，说说跟过把瘾什么关系？怎么认识的陈小军？我爸在外地工作，我家里没人，我一个人过。六哥。陈小军对我还不错。之前我有个朋友犯事儿了，他帮我平的事儿。然后他让我进过把瘾，我就当还债，就去了。陈小军对你不错，你知道陈小军是怎么说的吗？他说他只是安排你去洗个车，你背地里干什么勾当他不清楚。不是，不是，他就是让我帮他去送车钥匙，他说有朋友借他车，我就去了，别的我不知道。车里面装什么你也不知道？之前不知道。洗车店老板要洗后备箱，我看了一眼，多少钱？假钞，和你没关系，你跑什么？我当时慌了，怕我自己也进去。陈小军，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。贩卖假国债券，涉黑涉恶。还有啊，你们那个过把瘾已经是他最干净的场了。高中没毕业就出来混社会，你以为社会那么好混的？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了。我告诉你，这里面但凡有你一点事情，你觉得你还可以这么轻松的坐在这儿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，心里要有个数。回去好好反省，明白吗？
小波，到。姓名，徐小波。身份证号码，610502-76051914。为什么进来？跟人打架。既往病史、药物过敏史、家族病史有吗？没有。来，签字。到那边去吧。是。近日，我市发生一起打架斗殴案件，主犯徐小波因故意伤人被处以刑事拘留，因其主动自首且认错态度良好，积极配合警方工作，现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。